题，我们先来看到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在这一次的美国大选呢，他公开力挺共和党候选人川普，已经成为了川普阵营最大金主之一。路透社报道，根据了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15号公开文件显示，马斯克这个3个月以来已经捐了大约是7500万美元，将合是24亿多台币给支持川普的团体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，而这个团体也是马斯克一手创办。不过路透社的报道呢，这马斯克与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都拒绝评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